蚕，横画，折，撇直，竖画后面停住，带起来，点，好，注意这两个口不能大，因为下面还有一个田，好，这两个不太大，这个田就要大一点，把上面支撑，不过它还是呈现上宽下窄的样子啊。注意间隔哈，这都是均尖呐，连这个都要均尖。哦，这有点，用力点一下，好，饱满的竖画，点要扭转姿势，往旁边侧过去，折回来再弹过来，点还是保持凝重，好，这边要靠近一点，让中宫收紧，逆一下。拉长，弹出去，忽忽上面这个忽啊，它写的好扁，啊写的很平，然后这个好扁哦，但这里还是写的很重，它都不怕挤的挤在一起。好，这个点从这边撇过来又划过来，然后注意卧钩哦，卧钩一定要右边一定要比较长哦，因为有装载上面的问题啊，所以它会偏右边哦。很多人一直都写在正中间，那不对。挑起来，点，步步越来越高。好，弧，箭，箭，竖画，横画细，直画粗，短横，逆上去。撇下去，竖弯钩保持弹性，到最后再整个翻上去。宝，哇，这个宝字已经出现很多次了，不过它出现的这一次是属于标准字啊，之前呢是铁写字啊，一般书法家写成这样，但是这个标准字啊，一般书法家都不写，主要原因是旁边这里写一个佛啊，不好看。如果是写一个小很好写，跟写一个佛啊，就觉得好挤呀，啊，哦，其实看起来真的是比较挤，所以书法家不太喜欢写这个标准字。好，一样后面要厚重，我这个背感觉有点太宽了，撇得很直，拉得很长，它。好，点一定要向中间集中，撇也是向中间集中，细细的撇，捺要铺开，记得往旁边拉出去，哦，不能太迟滞，啊，再注意均尖的问题，横画均尖，折粗到细，手横画均尖，好，均尖。完，这个点啊都好饱满啊。起笔往旁边侧一下，回来折一下，用力折，弹起来。啊，字还是比较偏扁呐、啊，有些字偏长，它偏方偏扁。啊，这里就很饱满的送上去。短横，这上面的撇伸出去一点点的就好了。啊，这个书法写的，哇，好可怕，这么浑厚。点拉开一点，哦，这个短，这个长，然后最下面这个是细的，但它是最长的。点一下，木，横画细，折。这边的重量感又十足啊，所以像这样写哦，这支笔没有多久都被写坏了，塞压得太死了。前点记得还是向中间，向中间。好，这也是一个长横加粗细加骨节。月哦，月这个地方就收笔，不要写撇啊，写撇很奇怪。
横画挑，啊，再加一个竖画，好，注意均线，均线原则啊，不要写太开。前